我连笔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到底有没有碰到纸？还没，还没。两个人在天会一起走，怎么样？你觉得呢？泰国去茶农的茶农的故乡。Hello， 娱乐百分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任静华，我是彭千佑，耶、yeah, ，欢迎你们， yeah. 先恭喜两位入围金钟奖，下礼拜就颁奖了，现在心情怎么样？诶、欸，平常心，没有多想什么，现在心情就是肚子饿啊，蛮饿的，肚子饿是因为要节食穿那个西装，对，因为上礼拜吃太多，所以。我给我自己一个小小的目标啊，就是还不能讲，还不能讲，也很难很难吗？千佑千佑，讲座半左右，祝得金钟，其余点狗。对，讲座半左右，所以千佑就是双标目，这两句都要写啊。对啊，恐怖。那千佑，你艺术讲座半左右？没有，因为我其实是左撇子啊，但是写书法是以前我考试最低分的。哦，很少。对啊，然后我连笔都不知道在哪里。开始了，开始。等一下，这个是卫生纸。不行啊。淡的，你忘记了？不是，我不知道。你写了吗？他写了第二个字。破裂。怎样破裂？完蛋了！到底有没有碰到纸？完了，我觉得我真的会对不起我的老师。觉得如何？还行呢。还行呗。好啊。好。所以，我这个就是偏左下。一开始没有对到。对。就好，那给他送你签约，我签约。谢谢，小心哦。久啊，一年没写了，对啊，偶尔会碰一下，对，但就那个纸，现在没什么时间写，就决定是你的金钟奖。两个人那天会一起走红毯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没有。你觉得呢？所以要有 CP 的形象应该要一起走。但我们没有设定 CP 的形象。希望加入去旅游的行程剧情，可以去泰国，因为我们音乐好像是在泰国做的，所以感觉茶农的故乡。对，我觉得每一个其实都很有影响，因为毕竟拍摄120天，就是我现在还能想到我第一天刚拍摄第一卡的时候，我还就是我，你知道我跌倒。对，就是说，我想说，我要展现那个非常专业的那种态度，然后没想到就直接跌倒，就是很糗。那静华有啊？我，你说什么？有没有还现在很深刻的片段啊，或是一些拍摄的一些片段？我没有办法一心二用，我的手现在抖得不行。进华进，华进金钟，完成，帅，好，好看，对，真的在，那个是金，丢脸了，好丢脸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的高中老师，这个书法老师真的不好意思，对不起。那我聊到这个角色，对你们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觉得就是。可以让我们看到很多
生活中比较不会在意到的小细节吧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最后一个故事，比方说双胞胎的故事，前面几乎都是比方说有物品，或是人行道标志，石狮子，娃娃，都是有一个形体在的。可是特别是最后一个双胞胎的故事，他们是两个执念被困在那个地方，但他是没有用一个物体去形容他。现在想起来那个也非常特别，因为他就是两个人的情感在那个地方，但我们也没有特别去用一个形象去把它定位出来。对，他就是留在被锁在那个柜子里面这样子。对啊，那我就觉得其实会去思考到很多，比方说你丢掉的二手的东西，其实或许对你的小时候它是有一个憧憬，有一个回忆，有一个情感在那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会对身边的更多的人事物更珍惜吧。非常认同他讲的，我觉得是他讲的就是我原本想要讲的东西。这整部戏我觉得就是我觉得非常流畅。其实现在想起来那个东西，其实因为很长，可能单元剧就是会可能是分散的。但我觉得导演的他的那个剧本，他的拍摄的那个他想的那个分镜，他非常流动。所以其实我觉得整个看完，你会有一个每一个故事加起来的一个最大的情绪在那里面，然后会有一个对于生命的某种不一样的角度去观看生命的这件事。我当然自己期待导演有第二季，可以看导演可以写出什么样不一样，对于用什么样的角度再次看待执念这件事。最后你们彼此要互相打气一下，加油一下，加油加油，Go！ 开心的去参加，就加油，下礼拜见。Oops.